东北的饭，真的爱东北的物件。天哪！我没点上菜，有香肠。大家，听说来东北一定要吃东北盒饭，所以我今天去舔你一下东北的盒饭是什么。可能在杭州没有什么没有盒饭之类的，也有可能有，但我还没去过，所以我今天去一下。而且今天去的地方是有一个网红去的地方，然后很火的，去吧。不是，我们是那个记住中国留学生活。沈阳至少得有20种做法，最少20。真的？他昨天也办那个炸的、铁板的、烤的。到达目的地，到达目的地，到达目的地，到达目的地。谢谢哥。大家，我现在很饿，所以如果不好吃的话，我会生气。啊，是这个，好小店。突然碰到粉丝就懵了，谢谢你。对，我昨天刚回来的，这里人特别特别多，真的好多，我没有进去，而且里面真的好吵，然后我都听不懂他们说话说什么。餐厅对面有一个能吃饭的地方，在这里吃，还非常接地气。大家刚才是了23块，包括米饭。特别激动，里面放了3个菜，有我们的米饭，有1块钱。东北的盒饭，这里基本上都是一个。大家其实我也不知道我点了什么，我吃鸡汁，我点了锅巴肉，真的爱东北的物价，1块钱。我先吃锅巴肉，锅巴肉，一个锅巴肉，一个锅巴肉的。大家，我想吃番茄味的锅巴肉，我说。特别是吃的，你们听到我这个声音吗？我还以为是番茄味，没那么出声，特别不知道什么尝尝。给我煎肉，不是我给煎，推荐我煎，麻烦。豆角，餐厅可能在这里，吃饭的地方环境完全不同，这里比较安静。你的什么？花本。一个毛巾看一下。第三线不是那个有三个菜吗？茄子、土豆，还有。这也是肉，阿姨最后给的。看起来很像锅巴肉，小锅巴肉。和锅巴肉很像，但锅巴肉更好吃。哇，但是真的好神奇，这样的盒饭怎么这么便宜？哇，挺高贵的。土豆，土豆好吃啊！他们家，土豆好好吃。哦，大家不知道吃什么？盒饭就是在盒子里吃，就是盒叫盒饭吗？啊，红烧肉，有点咸苦的，和杭州的红烧肉不同。嗯，没有咸苦，我的心咋把心呢？锅巴肉啊，一个锅巴肉呀，糖醋里脊啊，一个锅巴肉呀，番茄，那个番茄和这个锅巴肉，这杭州的真的好吃啊，糖醋里脊랑比较好闻啊。啊，那么这个是糖醋里脊。为什么？我刚才不是说过这是小锅巴肉？对，这个是糖醋里脊，很像。但糖醋里脊哇，杭州更好吃。杭州的糖醋里脊真的好吃。大家，这是什么？
没事的。有点可惜，在房间里没拿扫帚，所以我想搬着吃。下次来吃盒饭的话，一定要带扫帚。感觉爱拿菜的时候都在一起。本来一盒子里面有三个菜，现在有四个。谢谢。无糖可乐，我真的好吃这什么？这什么真的好吃这个？不接。好，可能大家都是。你们看看这个，我没点香肠，但有香肠免费送的，谢谢。那是我们干这样的。哥，你们店是本来是很开了很久吗？开了16年。16年哇！啥的人啊？我们是外国人。中国人说的好啊。谢谢谢谢。中国人说的好，小姑娘长得漂亮，韩国人长得好看。是不是也好看？谢谢，是不是也好看？真的，我好喜欢东北人，不是不喜欢南方人，感觉东北人很热情。这不是南方人不热情的一点啊，要辛苦。但其实这样的便宜的盒饭的话，我们不能特别期待特别特别好吃的味道，是吧？其实这样的话很重视性价比，但是味道也是真的很可以。现在怎么拿23块吃这么多的菜？对，我们点了9个菜。나이거다먹어도돼너이거먹었어이안먹었어먹어봐몰라나도모르겠는데그냥맛있어가지이거가지아니야가지인가가지야아가지인가진짜근데몰라먹어봐치즈아그래아왜이래치즈换了电池来了叔叔在说什么价格但是我不懂米饭先你拿这盒能大盒的2块钱啊2块钱呀啊我还有1块钱啊米饭的话也有1块钱也有2块钱现在人变更多如果想来的话早点来吧너젓가락으로되게잘먹는다이거뭐지루어보루어보好像我东北人像人吃到这样我回杭州之前一定要再去其他店的东北盒饭好的今天也谢谢来观看我的视频我们下期见大家安阳大家我是大家我来沈阳之后我明白了你们为什么那么说杭州是美食的沙漠皇帝我看了一下这边东北的话有好多小店真的好吃的那种有传统的杭州也有但是杭州算是比较多连锁店是吗反正是